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收藏的，伊朗里亚尔全套钞票。首先这张是100里亚尔、200里亚尔、500里亚尔，然后背面100里亚尔、200里亚尔、500里亚尔，然后1000里亚尔。2000里亚尔、5000里亚尔，然后背面1000里亚尔、2000里亚尔、5000里亚尔，然后是5000里亚尔、10000里亚尔。这背面是5000里亚尔、10000里亚尔，这两张5000里亚尔背面都不同。然后是2万里亚尔，这三张不同的2万里亚尔，正面是一样的，反面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第一种2万里亚尔，然后另一种，然后是第三种。好，然后是5万里亚尔，5万里亚尔有两种。然后这是然后这是10万里亚尔。好，5万里亚尔有两种不同图案，是一种，然后这是一种，这是10万里亚尔。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收藏的伊朗里亚尔的，支票。好，首先这是，50万里亚尔。然后是另一种50万里亚尔，然后这是最新版的50万里亚尔，这伊朗支票，这背面50万里亚尔，50万里亚尔，然后这是最大面值的100万里亚尔，这张是最旧的，是100万里亚尔，这张特别难搞。几乎市面上找不到。好，然后这是蓝色的100万里亚尔，这张比较好搞。好，在背面100万里亚尔，100万里亚尔，然后还有一张新版的10000里亚尔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